谢谢他，真的在他最重要的演出回到他的家乡还想到我，然后我很开心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有音乐会给小说留作纪念，也希望他在今天以后步调可以过得更加轻松平稳，然后一样很开心展开他的笑容，我相信他还是会继续唱歌跳舞，只是可能会选择不一样的舞台，我都希望他可以继续做他热爱的事情，然后需要我的时候随时打给我。